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好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合注》第173页倒数第三行啊，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，意思还没尽啊，我们还从这里学习。这三种与菩提门相违背，必须要远离啊。那么第一个要依智慧门，不求自乐，远离我心贪着自生苦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二呢，依慈悲门，拔一切众生苦，远离无安众生心苦。佛法古人说得很好，什么是佛法？祖师大德的回应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正好这个地方慈悲方便都有了啊。慈悲是心，爱心世间宗教很多，我接触的十几个宗教，读他们的经典，没有一个宗教不说爱。所以我们总结，我用四个字：仁慈博爱啊，每一个宗教啊都包含在其中。那宗教可不可以团结？可以。团结在哪里？团结在仁慈博爱。啊，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知道，神的爱啊，新旧约里头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伊斯兰教古兰经里头，真主
确实是仁慈的。啊，佛法讲的是大慈大悲，是爱。为什么不用爱讲慈悲呢？爱容易让人产生感情，啊，就是情爱。为了避免这个误会，佛换一个名词，换慈悲。慈悲是有智慧的，啊，换一句话是，有智慧的爱心叫慈悲。啊，给世间人这种情感的爱呀，做一个明显的差别。慈与众生乐，悲呢是救众生的苦难。啊，悲里头怜悯心多，啊，同情心多，看到众生有灾难，一定要想方法把他的苦拔除，啊，拔除一切众生苦，与众生的安乐。啊，所以说远离无安众生心，对于众生的苦难漠不关心，这个不可以的。这不是佛菩萨，这不是佛弟子。佛弟子应该学佛菩萨，对一切苦难众生呢，时时刻刻他会伸出援手，啊，像观音菩萨现千手千眼的像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表示言道手到，我只要看到了，帮助你的援手就撑出来了，啊，叫刻不容缓，取这个意思，啊，千手千眼，表菩萨看得清楚，看得真切，啊，慈悲心从这里就显示出来了。拔苦与乐，这是应当做的啊！所以对众生的痛苦漠不关心，这个一定要远离啊！无安众生心，菩萨不可以犯的。第三呢，以方便门，方便是手段，是方法，要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众生，是远离恭敬供养自身辛苦。我们看主席，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，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，啊，绝不求自己身心安乐。要顾自己身心安乐，你就不能帮助别人了。
啊，尤其帮助苦难众生，也是一桩非常辛苦的事情。啊，望经还原观，贤首过失给我们提出四德，华严经上说的。啊，华严经是41位法身大师，他们这个四德都做到了。末后一句说：“待众生苦。”一方便门呢，就是待众生苦。啊，要舍己为人。啊，几个人？在中国传统教育里头，能看到关心爱护，无过于母亲对儿女，完全是付出，没有任何要求，一切都是为儿女。啊，父母做出了牺牲、奉献，在过去社会里头有父母是圣人，特别是母亲，把儿女都教成圣贤君子。他这个付出，不但对这一家做出最大的贡献，他的儿女是圣贤君子，长大之后对社会做出极大的贡献。这个贡献的根源在哪里？是母亲从小教出来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的子女为国家、为民族、为人群做出的一切贡献，根源都是他母亲。中国自古以来教女比教男孩子重，啊，家有贤妻有贤母，国家才有忠臣。啊，但是最近这个200年，传统文化没落了，大家把它忘记了。啊，所以今天社会没有看到有圣贤君子那样的人了。啊，中国在过去每一个朝代都有。你去看历史，啊，你看25史，哪一个朝代里头没有圣贤豪杰？啊，这是中国立国5000年而不衰，原因在此地。啊，全是教学啊，佛教是教育。啊，中国教育里头所提到的、所想到的，佛经上全有。在境界上，佛比我们中国要高。中国教育只讲到世间，佛陀的教育讲到出世间。啊，随佛法到中国，中国人喜欢，立刻就接受了。他的教育理念
教育方法，儒家接受了，道家也接受了。所以学佛目的是成佛，成菩萨，最低限度也能做个阿罗汉。学儒要成圣人，要成贤人，至少也是个君子，奉公守法，孝悌传家。道这是出世，要成神成仙，神仙、佛菩萨、圣贤都是世人的表率，都是世人的榜样，把社会教好了，把大众教好了。我们丢掉200年，这个时间不短也不太长，我们这一代要不能把它复兴起来，怕往后就更难了。我们的文化急绝存亡，就在眼前。所以确实有不少人看到了，尤其难得了，这桩事情被习主席看到了。我们看他就职之后他的言论，他的一些设施，要把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逐渐的再恢复，这是一桩好事情。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国家，能救社会，能救这个地球。典籍存在，而且翻译了不少，不会再流失了，不会再失传了。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师资，儒释道优良的老师。我对老师有什么加个优良两个字呢？老师必须做到，然后再来教人，人家就服了，就情愿接受了。如果只是教人学，自己不学，没有人相信。历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教育家，教学非常成功。一个是释迦牟尼佛，一个是孔子。他们没有做到的他不叫人，凡是叫人的他自己先做到。学生没有不尊敬的，没有不认真学习的。孔子弟子3000，
他教学只有五年。这三千弟子里面有贤人，全是君子。从哪里看出来？孔子的学生没有一个不孝顺父母的，没有一个不尊重老师的。啊，孝亲尊师，他们全做到了。啊，没有不遵守伦常道德的。啊，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基本上他们都能做到。孔子那个时候信，现在也信啊，不是不信啊。2006年、2007年，我们在汤池做的小镇上做的实验，做成功了。我们得出两个结果。第一个结果，我们肯定了人心本善。把人的良心唤醒了。啊，第二个，让我们发现人是很好教的。关键是在老师。老师没有做到，你的教学可能收不到效果。不能做得很成功。啊，老师如果真做到了，这个教学的效果会让你感到惊讶。啊，不为恭敬，不为供养自己的身心。这就是无条件的付出。你恭敬别人，你供养别人，别人自然供养你，自然恭敬你。啊，你辛辛苦苦做了一辈子，到晚年大家看到了，大家觉悟了。啊，你们看来佛寺里面三个人，海清法师、海贤和尚，还有他的妈妈。啊，妈妈年岁老了，没人照顾，海贤把他接到寺庙里一起住，供养他。啊，他这个寺庙就是一句佛号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啊，他的佛号日夜不断。啊，睡着了就听了，醒过来就接着念。这样的人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就是他成功的条件。乡下人。一个农夫不认识字啊，到晚年受多少人尊敬，
啊，知道他没有一个不尊敬的。我劝我们念佛同学，啊，修净土的同学，要以他做榜样。他的心清净，他的心平等，啊，人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，啊，耕种细心，勤奋，不辞劳苦，种地面积很大，啊，庙里头平常只有四个人，吃不了那么多，啊，他将他的收成分给贫苦的人家，救济人家，照顾上千成万的人，功德不得了啊，那才不是啊。那富贵人家有财富啊，外财不是，他是内财啊。啊，供养别人的粮食、蔬菜、水果都是自己亲手种的，叫内财不是。120、112岁，健康啊，身体跟年轻人一样。临走的前一天，在菜园里工作一天，从早到晚，啊，第二天就走了。啊，比年轻人看到老人家工作辛苦，劝他休息。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把这些做完了，我就不做了。”啊，不知道，人家把他当平常话听。他那里工作放下了，晚上念佛就走了。第二天起来，老和尚已经往生了。啊，不过大家觉得那天晚上比较奇特，老和尚念佛从来不敲银磬，那一天晚上敲银磬，啊，敲到半夜，他房间灯还是亮的，是吧？第二天早晨去看他走了。预知是知，啊，怎么预知的？他也透了消息，老佛要告诉我，最近几天我要准备走了。啊，他没有说哪一天，其实他知道，他不讲，怕别人障碍他。啊，他老妈妈走的，了不起。86岁，啊，你看往生之前还包饺子，啊，让家人在一起吃个团圆饭，吃完之后他在椅子上坐下去，双腿一盘，告诉大家我走了，就走了，啊，这么自在。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，怎么修成的？一句佛号。啊，工作不爱修行，生活不爱修行，待人接物不爱修行。啊，口里不念佛，心里佛号不断。
远离一切恭敬供养啊，自戒自除，这叫做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。那么下面是次，须知三种顺菩提门。念老的注解：顺菩提门者，菩提远离如是三种菩提门相违法。你把这三种远离，你就得到三种随顺菩提门法，就发现方法。第一个，无染清净心，不为自身求安乐苦，菩提是无染清净处。从哪里下手呢？从心上下手。心清净了啊，一切都清净了。但是修行人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包括自己的身体，又何况身外之物。真正知道就真正放下，没有贪求贪得的念头。不求自身安乐，老和尚为我们示范，他是一个佛法上讲精进劳动工作者，他全放下了，心清净了，真诚慈悲，对人恭敬所以他住的地方，他工作的地方，都是清净处。小庙很穷，没有人来烧香，没有人来供养，全靠自己劳作，就是种田种稻米，种水果，种蔬菜全靠自己耕种92年如一日修行呢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不间断。我们看到一个人，也是近代的，大概60几年前，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徒弟郭鲁江，也是不认识字。一生过着贫穷的日子40多岁遇到小时候一个玩伴，就是地仙老和尚，他们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，看到他出家不错有地方住吃饭都不愁，很羡慕，一定要跟他出家。40多岁了，出家有难处，
不认识字，不能读经，学经教不行。啊，住庙里头困难，庙里早晚要总功课，早晚课课诵本不会念不行啊，别人瞧不起你。啊，他又赖着，非出家不可。老和尚给他谈条件，他全接受。他说：“你什么条件我都接受，只要你肯给我剃度。”老和尚说：“你听话，没问题，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”老和尚只教他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在农村里头也找了个小庙，没有人住的，废弃的小庙，叫他住在那里头。啊，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尽管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不分昼夜。他念了三年，站着往生的，啊，也是预知时至啊。往生前一天，他从来没有三年没有离开小庙，啊。往生前一天到城里去看看亲戚朋友，那什么慈心，他不告诉人，就没人知道的。晚上回到小庙，啊，有一个老居士老太太给他烧两顿饭照顾他，他告诉老太太，明天你不要替我烧饭。啊，老太太以为他今天去看朋友，可能有朋友请他吃饭，啊，明天中午不要烧饭了。到第二天中午不放心，小庙看看师父在不在。啊，到小庙去一看，师父往生了，站着走的。他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。啊，告诉乡下学佛的同修，大家来看商量怎么办，赶紧给老和尚送信，请他来处理，就地县老和尚没有交通工具，都是走路，从乡下到这个关中寺，啊，一往一来要走三天的。他往生的站了三天，站着往生我们听说，往生之后站三天没听说，大概只有他一个。那我们有疑问，海贤老和尚20岁出家，他的条件跟地仙老和尚的锅炉匠相同，都居住了老实听话正干，他3年能不能往生？20岁念佛，23岁能不能往生？肯定能。为什么不能往生？这个人太老实了，真听话，啊，而且真干。我相信他92年。决定不止3次见佛，92年的啊！为什么说3次？东晋慧远大师
这是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啊，他一生当中三次见阿弥陀佛，见到极乐世界。第四次见到，他跟人说，他们那三次没跟人说过，没有人知道。啊，第四次佛来接引他往生，他才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。别人问极乐世界什么样子，跟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说的完全一样。啊，说完了就走了，而且告诉大家，连是早往生的同修，有十几个人比他先往生的，通通在阿弥陀佛的身边一起来接引他。啊，他每个人名字都叫得出来，不是假的。所以老和尚常常劝人呢，只有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。他那个话说的那么恳切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他见到了。啊，圆公大师一生见到三次，最后一次一共四次。啊，我相信他决定超过。啊，为什么佛不带他去？佛要留他表法。表法的用意，坚定修净土念佛人的信心愿心。啊，让他做出来给大家看。啊，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反对回籍本，他这个最后实现的表法与这个有关系。与我们依这个本子修统统有关系。啊，他不知道有这本书。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。他并不知道。啊，往生前三天，他的弟子带着这本书到来佛寺，告诉他有这么一本书。啊，老和尚不认识字，他不会看。人家告诉他，这什么书啊？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。他一听到之后非常高兴。如获至宝。啊，好像盼望多少年，哎呀，终于出现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啊，穿袍大衣，他自己最心爱的这衣服，啊，穿袍大衣，告诉大家，你们来替我照相，主动要求。啊，哪里晓得，这个照片照完之后，第三天，老和尚就往生了。啊，是不是老这个阿弥陀佛让他表最后的一个法？他心里清楚明白，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这个表法就是肯定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议本是真的，没有问题。肯定黄念老居士的脊柱
也肯定我们这十几年以这一部经啊，黄念老注解来学习没有错啊，尽可以放心了，来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。这问题一直到现在没解决，这一表法解决了啊。如果你想再跟他去谈判去理论，他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只有到极乐世界才能找到他，妙极了啊！他自己说了好几次啊！啊，他之所以不能往生，是佛，他叫老佛爷，啊，叫阿弥陀佛，叫老佛爷，老佛爷要我表法，啊，表十善的法，表三归五戒的法，表六波罗蜜的法。啊，实际那都是一本人想的，真正表法就是最后表这个肯定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啊，整个僧堂和气和睦相处啊，大家不要批评啊，不要分裂，团结起来佛法就兴旺了。《无量寿经》有九种版本，有人问过我啊，就现在有一些排斥会解本，没有关系，排斥你不学它就好了嘛，你愿意学哪一种就学哪一种都好，我们通通都赞叹啊，不要说这个本子好那个本子不好，我们还没有这个条件，凡是能汇集的他们修行的功夫，他们文字都比我们强，我们不如他。啊，他们都有资格做我的老师，学生不能批评老师。啊，又何况让海贤老和尚来表法，他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听过一次经，也没有念过一次经啊，他修的是什么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就这么简单啊！112岁，体力状况跟年轻人一样，你们看到了啊，言不化，耳不聋啊，思维非常敏捷啊，92岁还怕上树，有两个箭头，一个是修理树枝，一个是上树则柿子啊，爬到树顶折了一箩筐柿子拿下来分给大家吃，谁能做得到阿弥陀佛让他来表法，用意很深啊，我们自己要知道啊，佛法兴国家就兴旺，佛法兴宗教就团结了。过去我访问日本，我先后访问日本7次，好像是第3次，跟日本一个老和尚100岁中村康隆见面啊，他告诉我全世界
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给我说这么一句话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徒弟桥本送我到门口，告诉我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他为什么会跟你这么说？我们这十几年都在做团结宗教的工作啊，做得很成功啊。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宗教是一家人啊，我先学他们的经典，这就有亲切感了。我不外行啊，你们的经典我读过，我还有笔记啊，好的教训我都记录下来，我把它印成一本书，世界宗教是一家啊，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是叫我们做好人，没有叫我们做恶的啊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叫你爱人啊，没有一个宗教不爱人，爱自己，要爱众生啊！佛教慈悲，要爱护一切动物，爱护花草树木，爱护山河大地。慈悲到基础啊！所以要记住，菩提心是什么？就是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，你看这里菩提心是无染清净心，心净则国土净啊，这是顺菩提门。第二呢，安清净心。第三个，落清净心，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，有安全，有快乐啊！今天社会动荡不安，发菩提心就安了。今天的社会染污非常严重，不但物质的染污，心理染污比物质染污还要严重啊！心离开一切染污，我们的身呢也就离开了。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念头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啊，物质环境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，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清净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所以安清净心，为拔一切众生苦苦，众生有苦我们要帮助他啊！海贤老和尚做到了，这三种都做到了啊！他在乡下一生住在乡下，很穷苦的乡下，生活在那边的
农人，没有田地可耕了。老和尚也没有啊，老和尚没有田地，全是开荒啊，山坡没有主的啊，他去开发，把它开出来做耕种啊，种粮食，种稻米。我们都看到镜头啊，他挑水灌溉，确实很辛苦啊。如果为自给自足开一个小的几亩够了啊，小庙只有五个人四个人，五亩地就够了，为什么开一百多亩？看到农村，农村的年轻人出去了，到外面打工去了，老弱妇女在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啊，他凭着他这个就救济他们，帮助他们，这是慈悲心，为拔一切众生苦，他做出来了啊，乐清净心，为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，生彼国土，这真路。这个世间没有真正的路，极乐世界真路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解第三者，乐清净心，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。啊，大菩提是什么？就是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本心，这叫大菩提。得大菩提的人就成佛了。成什么样的佛？阿弥陀佛。你天天念阿弥陀佛，你成佛肯定是阿弥陀佛啊，到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为你讲经说法，你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的加持，不但完全能听得懂，记得住，你智慧开了。你把阿弥陀佛的教诲变成你的生活，变成你的思想，那变成你上求化他真实功德了。那向上求佛道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有本事，有本事能够分身，分多少身？无量无边啊！《西游记》孙悟空不行了，他只有七十二变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那本事可大了。变化无穷无尽，设法有多少刹土，有多少诸佛如来，他就现多少身。同一个时间，他能够变到一切诸佛刹土去拜佛，去供养修复啊，听佛讲经说法了，是求智慧，佛慧双修啊，在一个时间里面，他就得到圆满。
天天圆满，时时圆满，在极乐世界成佛，所以时间非常快啊。啊，佛没有妄语，我们要能相信。啊，所以这个乐清净心呢，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，摄取众生生彼国土故。摄是摄受，取就是带他，啊，带着他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菩提是毕竟常乐处，菩提翻到中国意思是觉悟，真正觉悟，圆满的觉悟，那所以是毕竟就是究竟常乐处，离苦要离究竟苦，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啊，真苦啊！啊，离开六道轮回，叫离究竟苦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得究竟乐，离苦得乐。啊，若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，则为菩提门。你跟菩提相违背，一定要像诸佛如来一样，要像化身菩萨一样，要真干啊。下面说呢，此毕竟常乐以何而得？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以什么能得到？啊，依靠什么？要依大义门。大义门者，未必安乐国土是也。我们中国在古代有不少朝代都有过，太平盛世，礼义之邦啊，那个时候的人有福报啊，啊，不像我们现在生在乱世啊。动乱的严重，在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，啊，中国历史、外国历史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混乱。啊，现在的人每一天自杀的很多。他为什么自杀？生不如死，人才会自杀。啊，这些人不懂啊，以为死了就了了。他不知道死了更苦，比活在这个世界还苦。啊，死不能解决问题。怎样能解决问题？求菩提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学佛能解决问题。
学中国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，学佛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啊，那就是永远摆脱六道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全宇宙里面仁义之宝，所以称为大义门呐。啊，礼仪之宝啊！就是安乐国土啊，安乐国土就是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发大慈悲心，用无界时间去修行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到后面经文我们通通都学得到。啊，看看阿弥陀佛怎样建造极乐世界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建成功，真的度无量无边众生啊！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不计其数啊！啊，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？能。为什么？它是法性土，它跟我们这不一样。我们这边地球有大小，现在地球上的人口要到饱和点了，再多容纳不下了。啊，没那么多的资源，极乐世界资源丰富，没有大小，再多都能容纳下，不会显得拥挤。这发现呢，啊，极乐世界人身体之好无法形容，我们无法想象。啊，这个地球古印度人说人相貌长得好，32相80种好，印度人说的。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我们介绍观无量寿佛经，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有84000相，不是32了，84000相。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，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里面都看到佛菩萨在讲经教学，弘法利生，从一个身体里面看到全宇宙啊！啊，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段，科学技术啊，相当发达。啊，我们看到传媒电视啊，网络对于佛法讲的这些有一点概念，
70年前，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啊！啊，古人为什么看到佛经能相信？不怀疑。我们无法想象啊！啊，那就可以说了，古人比我们老实，比我们听话。啊，他们怀疑。啊，我们今天怀疑。这么多科学工具摆在面前，科学技术把佛经所说的东西证明。啊，那我们想想，我们有能力在此地对全世界人民说话吗？做得到，现在有电视。啊，现在电视的进步，不但他看到我们，我们可以看到他。啊，他在美国，他在欧洲，我们可以面对面谈话。看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。这是60、70年前做梦也想不到啊。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要不要这工具？不要。西方世界人身上穿的衣服都能现象。啊，你看世尊给我们说的，身有84000相。每一个相有84000随心毫，每一个毫里面放84000光，每一道光里面有变法界、虚空界、诸佛如来讲经教学的活动，全看到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些工具搬到极乐世界，没人要，太落后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看到十方众生是立体的，不是一个平面画面。啊，你给他说话他听见了，啊，可以对话。啊，所以学科学要到极乐世界，我们这个科技跟极乐世界比太落后了。啊，我们要到国外去，啊，还要乘飞机，多麻烦呐！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想到哪里去，念头动，身体就到了，这能不去吗？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，要明了。啊，不能不去。故令夜先专制，专制是专到极处，愿生别国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我就是想生到极乐世界，于是早会
无上菩提。啊，这个慧是得到，是契入。啊，实在讲呢，无上菩提是自己本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性外无法，法外无性。啊，只是我们自己迷失自性，啊，好像没有了，其实没有失去。只要回头，把障碍放下，它就现前。啊，那么这三种顺菩提门的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：圆小思圆，发菩提心。是名正言，又云发心有二。第一个随四发心，如四宏愿；第二个顺理发心，信皆诸法实相而发心。下面是注解的原文。啊，前面这个黑体字是我第一次依照这个注解讲无量寿经，啊，就是净土大经节演义概要里头啊，我没有全用，我把它揭露。重要的揭露出来，这个黑体字是我揭露的。啊，现在都留在这个地方，提供大家做参考。我们看念老的原文：又东海圆小寺宗耀云，啊，宗耀。是法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啊，海东就是现在的韩国，圆小法师韩国人啊，好像是隋朝那个时候他到中国来留学，唐朝时候啊，到中国来留学，跟善导大师。啊，善导是我们净宗第二代祖师，他们是善导的学生，回国之后把净土宗传过去了。啊，那么他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说，发菩提心是名正言。往生的正因是发菩提心，这个可别忘记啊！这个心怎么发法？真心、真愿啊！对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没有丝毫怀疑。那佛的话、祖师的话信得过，这基本条件啊，决定不怀疑。我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，普度十方诸佛刹土六道里头苦难众生，包括我在内，
我只要真正相信，只要真正愿意往生，这就是菩提心。啊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正因就有了。啊，决定不能怀疑，怀疑正因就有了问题了，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那下面又说发菩提心有两种，一种是随思，一种是顺理。啊，随思，烦恼无边，愿悉断之。悉是全部，断得干干净净。这一条是断烦恼。啊，第二呢，善法无量，愿悉修之。这是学法门。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啊，第三呢，众生无边，愿悉度之。啊，要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跟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一样，我们有同一个愿望，就是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啊，度众生。后面是成佛道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啊，就叫四弘誓愿。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，在因地没有成佛之前，像我们现在这种身份，没有一个不发这个大愿。啊，是此心果报啊，虽在菩提。而且花报呢，在于净土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往生。如果不求往生，全靠自己。烦恼到什么时候你才能断得了？法门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学得完？真的，无量劫再加上无量劫，未必能成的。这个法门是捷径，是快速通道，没有障碍，只要你相信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帮助你啊，这个不靠自力，靠他力，全靠阿弥陀佛。对阿弥陀佛不能不相信啊。一切众生这一生当中能遇到这个法门，能听到无量寿经，听到能信，信了肯发愿，一生决定的生，生到极乐世界是化报。啊，在于净土啊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之后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证无上菩提，那是果报。
啊，开花结果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就开花了，到极乐世界就结果了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所以然者，菩提心量广大无边，这是超越空间，长远无限的超越时间，它没有障碍。我们这个世界局限在时空里面，谁有能力突破时空？念佛人能突破时空，啊，念到功夫成片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到的。什么叫成片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东西都清除掉了，都摆脱掉了，这叫功夫成片。啊，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这个心是清净心的。如果有妄想杂念，这个心叫染污心，心被染污了，不清净了。不清净当然不平等，啊，这是六道凡夫的妄心，啊，他所现的相就是六道轮回相。我们把清净心里头，啊，这些染污统统清除出去，只留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化宝。啊，所以清净菩提心能感得了广大无际依报净土，长远无量正报寿命，这就说明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大，啊，大到我们不能想象。十方世界去众生都能够容得下，没有拥挤的感觉。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，啊，它超越空间，没有空间限制，长远无量呢，没有时间的限制，所以它无量寿，啊，正报无量寿，依报广大无边际，除菩提心无能当此，这是说出了突破时空的局限，是菩提心。啊，唯有菩提心是真心。时间空间有局限的，通通在菩提心里面。菩提心一发了，时间空间就不见了。啊，这是随事发现。
第二个呢，顺理发心。啊，理是讲事实真相，信解诸法，皆如幻梦啊。宇宙之间一切法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幕后一句说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万法就是一切法，就是这里讲的诸法。我们对一切诸法能信能解，这是真实智慧啊！啊，这些诸法是怎么回事情？皆如梦幻，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有为。就是有生有灭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成住坏空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所接触的一切法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啊，就像幻梦一样，我们有做梦的经验，梦里都好像真有其事，醒过来之后，这个梦境痕迹都找不到。啊，我们现在在梦中迷了，我们这个梦是六道轮回。如果醒过来之后呢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痕迹也找不到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什么人醒过来呢？阿罗汉。阿罗汉把清净心恢复了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染污的心造成了一个梦境，心要恢复清净了，梦就醒过来了，再不会做梦了。啊，真的，阿罗汉再不会做梦了。阿罗汉需不需要睡眠？不需要了。啊，他可以不要这个肉身，啊，肉身是个累赘，肉身不是我，肉身完全是虚幻的。今天量子力学家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跟佛所说的一样，证明大乘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。不但物质现象是假的，精神现象也不是真的。啊，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幻想，啊，精神现象就是思想、念头从哪来？
佛说从阿赖耶的业相来的。啊，业相是什么呢？现在科学家说自然现象，波动的现象。啊，大乘教里头叫它做业相，阿赖耶的业相，起心动念，阿赖耶的转向。啊，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。佛法分三个，科学也分三个。啊，这三个全不是真的。你要把它当真就错了。它是什么？非有非无。你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无。做梦，梦里清清楚楚，有啊，醒过来之后就没有了。真找不到啊。啊，所以所有的现象是非有非无。啊，千万不要把它当真。我们才能超越。啊，凡所有相通通是非有非无。极乐世界是有。极乐世界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为什么？它不是阿赖耶三悉相变的。它从哪里来的？它从自性里变现出来的。也就是它是清净平等觉里变出来的。这是真的。觉言觉律，觉言言语说不出，律是思维，你的心想不出来，想不到，啊，第六意识、第七识圆不到，啊。言语代表五根五尘，五根圆五尘，圆不到自性，啊，圆不到。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而步步无可断可修。啊，这是正知正见。啊，知道一切法非有非无，理应觉律，清净心现前了。律就是思虑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妄想杂念，它断绝了，所以清净心现前。啊，依此心解，是以清净心，我相信了，我理解了，明白了。啊，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烦恼善法非有非无，立言绝律。啊，但是。他并不反对，有烦恼可断，有菩提道可修，这就很可爱啊！你看，不破无就是不排除，破者排也，无者除也。啊，故上面一句意思是，虽不见烦恼与善法，但任由可修与可断。
啊，那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的例子，这在眼前啊，光碟大家看过了，他知不知道这一切法是假的？知道，他告诉人，他自己说的，只有念佛求生净土真的，其他都是假的啊！你看他天天念佛，佛号不间断，这就是有可修，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可断啊，任由可修可断啊，这叫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法啊，受苦虽愿的习断习修，又不违背无愿三昧啊，跟无愿三昧相应。无愿三昧是什么？就是大三空三昧。三解脱门。空无相无作。虽愿戒度无量有情，而不存能度所度。如果有能度所度，你依旧是凡夫，你没有能度人。如果被你度的那个人根性利，哎，他离开六道了，你离不开啊。为什么你离不开？因为你着相了。着相就离不开啊。啊，大三空三昧。三昧就是禅定，三昧就是一心不乱，就是一心呐。啊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没度，一个也没度，度了没有？真度了，度众生，心上不放。度众生的痕迹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如果有个度众生的念头，这个念头把清净心染污了，清净心被染污了，你是六道凡夫，你不是阿罗汉啊，阿罗汉做再多的好事，不着相。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啊，发愿要度众生，见到众生真正肯帮助。但是，清净心里头痕迹都没有。故能随顺于空无相，啊，空无相无愿呐，无愿是心里头没有起心动念。有起心动念错了啊，
啊，哪些人起心动念度众生呢？全教菩萨，他统统着想，他没有办法进行。就是法华宗里面所说的别教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，他没有得三解脱门，啊，这个问题我们会留在学习大境界这里面呢，来讨论，来细说。啊，那么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付很多事情，但是麻烦在哪呢？他老是记在心上，跟佛法相违背。佛教的我们无论干什么事情不放在心上，干完之后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干干净净啊，这是佛做的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足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住身心啊，身心是坐，虽然坐，心里头没有丝毫影响。没有丝毫分别之处，不但没有分别之处，连起心动念都没有，那就是法身菩萨。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全教菩萨。比阿罗汉高一点。啊，阿罗汉没有执着，有分别。啊，这就是一层比一层，境界不相同啊。啊，如经言，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受众生得灭度者，这《金刚经》上的话。啊，如是像上面讲的，他与大三空三昧相应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与我们这部经的经体里面所说的清净平等觉相应。这个说法更贴切了，在日常工作当中，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。你的生活与这个相应，工作也与这个相应，待人接物完全跟清净平等觉相应啊，就是不设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平等觉在生活，在工作，在待人接物，这是法身菩萨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住身心啊，因无所住而生起，清净平等觉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啊，身心是生智慧，
把每一桩事情都办得非常恰当，办得非常圆满，心里头痕迹都不落。啊，这叫无住身心。啊，这是功夫，这是境界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说，灭度一切种无量众生，十无众生得灭度者。你们看看，清净平等觉在现前呢。如果有众生可度，啊，有能度有所度，这个心被染污了，不清净了。这个心动摇了，不平等的。啊，我能度，你是被我所度。啊，我对你有恩惠，我总比你高一等，不平等是掉了。啊，必须要知道，一切众生，每一个人的心都是清净平等觉。完全相同，这真心吧。慧能大师说得太好了，他开悟说的五句话就说的这个事情啊，自心是清净的，就是此地讲清净平等觉啊，是不生不灭的，是本自具足的啊，是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啊！我们细细拿这五句话来观察这段经文，相不相应？你就晓得什么叫十无众生的灭度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如是发心功德无量，摄施诸佛穷劫演说，彼诸功德又不能尽。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他的功德，说不尽。为什么？他称信，他是自信流的功德。着相呢？着相是阿赖耶的。啊，阿赖耶的可以说。能说啊，跟自信相应的不能说，说不出来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